现在啊，咱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 debug 一下咱们刚才、啊、完成的这个迭代代码，然后呢，看一下就是说，嗯，它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究竟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啊？这个东西啊是怎么样进行一个更新的？我先跳到咱们这个函数当中来。首先呢，我是定义了一个这样一个 v 吧，就是 v 等于 np 点这种子。然后呢，这个 n s 啊就是等于十六，因为咱们现在是一共有十六个状态吧。咱们先把十六状态啊进行一个初始化。初始化完之后呢，这个 v 啊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啊，里面一共有。 十六个零，然后呢，初始化完 b 之后啊，我现在要进行一个迭代操作吧，就是有这样一个 while 循 delta 先让它等于零，然后呢，我们看写这样一个 for 循环，就是 for s in 这个 n s，一共不是有十六个状态吗？然后咱们现在啊，就算分别来算一下这样十六个状态。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让这个 a 是等于一个 once type look，咱们进到这个函数当中。 这个里啊，我先把这个 a 让它等于四个零吧，因为现在有四个方向嘛，四个方向哪个方向好，现在我也不知道，先初始化成是零。然后呢，在这个循环当中啊，就是啊，n a 它只有四个吗？对于零来说啊，就是它第一个方向。 它的第一个方向，我们来看。首先啊，我是把它的一个概率值，以及呢 next state，还有一个 reward，还有蛋分别取出来了。然后它的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啊，它是在一个出口位置，所以说在一个出口位置啊，它就相当于结束了。所以说它的所有的一个 next state、啊、就都等于零，然后 reward 呢也是等于零的。因为咱们刚才啊做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说呃所有的一个就是两个出口，它的 reward 是等于零，然后其他的位置都是等于负一的吧。所以说啊，现在的一个 reward 是等于零，但咱们是等于处吧，就是说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出口。 如果说没达到出口呢，它是会是一个 false 值，概率值啊，咱们都让它是取四个方向都是等于一的啊，然后折扣啊也是等于一的，折扣咱们没有设置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循环，然后下一步循环，因为啊，咱们现在是一个出口，所以说咱们现在执行完这样四个循环之后啊，所有的 a 值，我们来看一下，结果等于什么？所有的 a 值的结果都等于零吧，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个出口了。 那么咱们再来进行一个迭代啊，我来这儿写一下，咱们再来进行下一步。下一步的时候，我们看这个 s 等于几？这个 s 等于一吧。s 等于一意味着哪个位置啊？意味着咱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了。在这个位置啊，有点不同了吧？咱们就要来看一下了。我进到这个函数当中来，还是呢先初始化四个方向分别是等于零。 然后呢，for a a 一开始是等于零吧，一开始等于零，咱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概率值是一。然后 next state next state 是一，说明什么一件什么事儿？说明咱们现在是往上走吧，因为它往上走不了，所以说又回到了当前的这个一状态，又回到了这个当前的一个一状态。然后它的 reward 呢，在一状态下它的一个 reward 值是等于负一的吧？然后呢，但是等于什么？但是等于 false 吧，因为它没有结束，没有到出口，所以说最终的一个标叶方程它的一个结果等于多少呢？就等于这个，呃，这个就是当前我们。 用 a 啊，就是把用 a 来当成一个小的 a，当成一个 index，它的结果呢，就是等于一个 prob，它的一个概率值，概率值啊，咱们都让它是等于均等的，都让它等于一，乘上一个当前获得的 reward，当前获得 reward 的就是等于负一吧，因为咱们是往上走了一步，相当于又到这个位置，还是等于负一的。然后呢，折扣因子一点零，再乘上一个 v，v 表什么？v 表就是说咱们现在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状态的一个 v 流方式就是所有的状态它的一个嗯值是等于多少的，就相当于啊，咱们刚才给。 大家看的这个位置，呃、嗯，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的。 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啊，相当于这个位置，就是对于下一个状态嘛，对于下一个状态，它还是有个 v 值吧？这个 v 值啊，就是咱们刚才写的那个 v 啊，咱们就是表达一层这个东西。因为啊，咱们是刚开始迭代，所以说所有的 v 值都是等于零吧？所以说这块乘完是等于零。那最终结果呢，就是一个一再乘上一个一，那不是就还等于一吗？啊，这块是负一啊，负一乘上一个一还是等于一的吧？所以说啊，它往左这么，它往上这么移动一步，得到的一个得到的一个奖励值是等于负一的。然后我再来看。 这回负 a a 是等于一了吧？这回我们再看 next state 是等于二，一开始是在这个位置，next state 等于二，说明它往右走了吧？我们来看一下，它往右走，往右走，它的一个结果还是等于负一的吧？因为往右走之后呢，我们算一下啊，当前的一个。 当前得到即时奖励是负一，但是呢，最开始那个 V 矩阵啊，就是不是 V 矩阵，就是咱们的一个初始状态都设成零了吧，所以说它还是等于负一的。其实啊，咱们可以一直迭代到这儿，一直迭代到这儿啊，返回回去的 A 是什么？A 肯定是四个负一吧，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进行一个迭代，第一次迭代咱们的得到的都是负一。然后呢，这样一个 best 的、呃、啊 best action 方流，然后现在看不太出来咱们再进行迭代。 这回这个一啊，就有一些区别了。咱们来看啊，首先来说还是创建出来四个方向，四个零。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一开始，一开始我们现在到二了。咱们的第一个状态是往上走，所以说还是二啊，这个没什么看的。咱们再往下看，next state、嗯、这个是三啊，往三是往右走，还是没有一个初始值。然后呢，我们注意点。 这一点我们来看这个 next stage，这回是六啊，六来说，六是往什么走？六是往下走，往下走还是没一个初始值，我们还得再走一遍啊，这回就有了。这个 next stage 是什么？next stage 是一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刚开始我们是不是走过了一次这个一啊？那现在我又往一，我、呃、又往一这走了一次，是不是说原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 它是不是变化了？在一这个方向，我们原来刚才已经算出来它一个值是等于负一，对吧？所以说当前呢，我们再往右走，我们不光要考虑我们获得的一个奖励。 是负一的，然后还要把一状态的一个奖励拿出来吧，一状态的奖励值就是等于负一的，所以说对于当前我们在二状态，如果说它往一状态走，那会得到奖励是多少呢？会得到奖励就是负一再加上负一，1, 它就等于负二了吧？咱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看这里它是不是有一个负二了？就是说，嗯，在对于这个。 对于啊这个二状态来说，我往右走是可以的，往下走是也是负一，1, 然后往上走也是负一，1, 但是往左走它就变成负二了吧？往左走变成负二了，是不是比较大呀？那说明往左走不好，我就不能往左走了。这个就是说啊，咱们的一个值迭代的过程算完了之后，我们看这个 a 它是等于一一负二的吧？然后呢，一一负二之后，我们算它的一个好的方向，好的方向啊，就是说这里边哪些值小，它就是一个最好，它的奖励就比较多吧？所以说呢，我需要找奖励值比较小的、呃、奖。 奖励值就是啊、呃，不是负的，奖励值比较大的，所以说是负一比较大。我们把这些负一的方向拿出来，在这里呢，我就可以找出来这样一个方向是等于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然后呢，我在这个 v 值里啊进行一个更新，就是说在 v 值里我去找一下，对于当前这个二状态，二状态来说它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这样奖励等于负一啊？所以说我就存在了这里，最好的一个是等于负一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同样的操作，我们可以在。 再迭代好多次，在迭代好多次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把这样每一步的一个 a 都给算出来。都算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可以看它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就直接的返回到 break 这儿吧。我们来直接看一下，哦，把这个 return 再返回回去。 然后呢，直接到了这个 break，直接到了 break 之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是不是说每一次迭代啊，就是，嗯，咱们在 while 处的时候，while 处相当于什么？while 处相当于一圈一圈跑，从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五这一圈算是一个 while 处里边一个循环。然后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呢，我们就对每一个 state，就是一圈里边每一个值，我们都要进行一个计算，看一下如果在当前这个状态往什么样方向走是最好的。 那么最终啊，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v 值拿出来啊？就是说，现在我在这个 v 值里啊，已经算出来了，就是每一步我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走是比较合适的。 那后面啊，就是刚才大家说的，我又写了一个 policy，然后咱们可以去定义一下每一步啊，我们该怎么样去走。然后呢，一旦这个模型啊，就是咱们的一个模型给它定下来之后，我再给它跑一次，再给它跑一次之后，我就可以知道每一步最好的一个 action 它是等于多少了。每一步最好的一个 action，比如说第二步，第二步最好的一个 action 等于什么？我们看它最小的一个值是等于负一吧。 也就是说呢，嗯，这个负一其实大家记没记着？就是说最后一步是相当于往左走啊，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左走，它是最好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看在二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来，我把这块儿再写一个。 在二状态下，我们来看一下最好的一个方向什么？最好的方向是负二吧？负二它也是第四个，第四个还是代表左走吧？在这块我们还是往左走，是吧？也就是说，每一次呢，我们都可以找出来一个价值最高的一个方向，价值最高的方向就是朝着咱们一个出口方向去前进的。然后呢，我把这样一个最好的方向让它是等于一的，我在最后啊，咱们直接就是可以跳出这个循环了。最终呢，我就可以打印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啊，就是咱们一个十六乘以四的矩阵，十六乘以四的矩阵之后啊，我就知道了，就是说对于每一步，我该沿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走是比较合适的。其实呢，我也给它给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改变，就是说标上这样一些值啊，把它的结果进行改变。比如说，我说零是往上走，一是往右走，二是往下走，三是往左走。然后咱们可以来看一下，我就我就把这我就把这前三个数写上吧，零三三二，我给大家写一下啊。对于这里是零三三二，零是往哪走？我看一下。 零是就是说往上走啊，对于这个处来说往哪走一样了。然后三呢，三是往左走，往左走吧。然后对于二来说，它也是往左走。二呢，二是往下走吧，说明这块儿它往下走。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一吧，十一它应该往哪走？十一载的位置应该是等于二，它是等于往下走吧，因为二表示往下走。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啊就得出来了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我们是啊通过这样一种强化学习的方式，就是说。 首先呢，我们是设置了这样一个奖励值，在咱们的环境里啊，其实我也是设置了这样一个奖励值。对于所有的一个出口，让它的一个奖励值是等于零；，所有的一个其他位置奖励值都是等于负一的。然后呢，在它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相当于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说咱们没有一个训练数据啊？每一步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来的？它是不断的尝试，就是说，在这里我是不是我去算了一下，它往下走、往左走、往右走、往上走，对于这个位置算四个值，对于这个位置算四个值，这个位置也算四个值啊？咱们要。 进行大量的尝试，看一下什么样的尝试结果会使得我最终的结果是朝着一个，嗯、呃，就是奖励越大的方向吧。也就是说。 在强化学习当中啊，咱们并不是把这个数据啊实际的给它做好，然后提取特征给它输进来，而是说呢，它是自自己啊，根据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在迭代的过程当中要去尝试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啊就是咱们的可依赖的指标了。哦、我们看这一步尝试我这么走好还是那么怎么好，那么走好，然后根据我的奖励不断的去优化咱们那个 v 的一个这样 n a i r r 瑞吧，然后最后我们把这样一个最好的一个 v 值返回回来，不就可以了吗？那么这个啊就是啊咱们的用这个。 そう。Or 值叠代啊，以及咱们的贝欧曼方程怎么样去求解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格子世界的强化学习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代码、啊、自己的从头到尾自己 debug 一遍啊，因为这个代码真的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这个环境先指定好。环境呢，就是说你需要安一下这个 g m 这个库啊，这个库也挺简单的啊，很很容易就可以安上。然后呢，把咱们代码咱们 debug 一遍，就会明白啊，咱们的一个值叠代是什么一什么一层含义了。主要啊，其实核心的一个一个计算在哪儿，就是。 是刚才大家说的这个标面方程等于及时的一个期望加上后续状态的一个打折期望吧。只不过说呢，在这里啊，我们没用打折，是用一点零来进行表示的啊，不打折去算也可以，打折去算其实也是可以的，也是能把这个结果最终跑出来的。